锵锵三人行，哎，咱们仨又这个碰到一块了啊。这个李菁跟小木也是咱们老在日本承蒙人家这个小木接待，对不对？小木现在好像是咱们日本站站长了，对吧？对，很多我们朋友去那没吃的没住的，对吧？都承蒙他关照，住在歌舞伎厅。那我还没享受到这个福利，下次一定去享受一下。那女士也有牛郎牛郎可以陪的。哎，但是小木今天来，我要揭示他的另一个身份，因为他正在竞选这个东京都的议员，新宿区议员，新宿区的这个议员。嗯，哎，李菁，嗯，在现在这个背景下，嗯，我就觉得啊，他来很有意义。他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说这个东亚的政治，具体来说就是说我很关心日本的政治是怎么运作的。因为你看韩国的这已经嫖了，我天哪，这那天我们刚说这个韩国人真够猛的，就是他有那么一个生愣劲儿。你看最新我们收到的一段视频，韩国一哥们儿开着推土机开始挖土机，对对对，开始挖土机冲哪儿？冲朴槿惠他们家去了，还是他那个办公室？高检啊，高检，高检，高检。就后来人家说最高检察院呢，后来人家说冲错地方了，好像说他不在那儿，就那个女的崔顺实不在那个地方，她冲错地方了。我天，45岁的一个，他愿意代替他去死吗？对，你说，哎，这也是爱国意识吧？这也是为了国家。哎，我从另一方面讲，我觉得韩国人就是他可能民族性也是比较激烈。你看他们那个，我印象最深就是2002年那个世界杯在韩国，就是他们那个大韩民国，每次那个大韩民国，我觉得有时候挺害怕，就是他那个民族意识特别强。没错，你看他这次整个事件也体现出来，就是你看又冲击又游行，你是觉得他们？哎，你看看推土机，你就能反映你说的这一点。你说咱这儿看见推土机经常是这城管是吧，开着推土机拆民宅拆迁是吧，他人家这儿人民开着推土机去拆这个最高检察院，我的天哪。小木，你作为日本政客，现在准政客是吧？嗯，准政客。哎，我觉得现在真的可以思考这个问题了，就是不是说女人适不适合搞政治啊，李菁别下套。这个美国的民主，我们现在看出希拉里的这个事情弄成真是可怕，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就是自打是今年水星逆行之后啊，就是他们教给我这个英文词啊，就是抓马，抓马。连美国就是希拉里这个事情，让我们想到美式民主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操纵啊？他当了这么多年国务卿啊，包括他老公当总统，这我过去以为美国是政治的理想模式嘛，就是，但是。你现在看来他出的事儿让我们怀疑多年执政之后你会积聚起来的一个势力，这个势力在你的国政当中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同样你看朴槿惠这个大家关注到的其实也是这么一个问题，可是你看表面上都是一人一票，所以我就突然想起这个日本了。你说日本他因为过去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美式的民主弄到东亚来都会被东亚地方的文化所改造，所以小木，我想谈谈，你又是个中国人。嗯，对，其实我就正因为是觉得日本可能是因为有可以一票一票比较容易选，或者是你只要是我所谓讲的容易，就是可以体现民主吧。反正我只要去发动我的票就应该可以。但我上一次差300多票落选，是因为时间短，没有去一般的候选人要4年，这4年他怎么经营这些事情呢？那就是他有一个候选委员会，只要你的选民们谁家结婚、死人、上学、就职、生日，包括只要他开 party 叫你，你都得去，你得给钱，你得给礼物吧。所以实际上呢，在日本
别看是一票票投出来，你不能说直接买那一票不可以，但实际上 你通过很多的时间都是用钱来买票、哎、这小恩小惠就能打动选民，那这选民也不管他的能力吗、他的政纲什么这些，对，你跟我送礼就行。你看啊，自民党已经独裁了已经几十年了，五六十年了，所以他经营的这个基盘，他那个区域，比方说那个县和我们新宿区经营那么多年，他的爸爸当过的就可以给他让他儿子当，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候选人会每一家每户的地址和名单都有，时不时给你送东西，时不时搞什么活动把你叫过来，就让你那个政纲其实讲的都是一些漂亮话，我给扶植啊，我们维护啊，怎么怎么，我们搞好经济。其实你真正的到了扶植的问题还是有问题。哎，他就只认人。那李菁，你说他说的这种啊、你比如说过去咱们说封建年代，那当然是世袭的，世袭的是那个时候。今天好像不是世袭了，但是是通过一人一票仍然能够搞成世袭。爸爸做了儿子做，那你觉得他说的这个哈、和那个美国这个老布什做过总统，小布什也做总统、克林顿做了总统，希拉里也选总统、你觉得跟这种关系是一回事吗？我觉得还不是特别像，但是从那个表面上那个运作机理上是一样的哈，就是大家都有票，你可以用票来决定，但实际上我就觉得当然我对日本的这个你们具体的这个运作不是很了解，但是刚才这个小木先生说的这个，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海角七号》，就是那个台湾电影，台湾那个电影，那里面那个爸爸那个村长不就是也是竞选一个什么当那个对对对对，那不就是天天演吗？谁家婚丧嫁娶，哎，他就得去，所以就有一个他们叫拜票，我觉得这个是，对，就是一个特别形象的，我觉得是一个。这等怎么说呢，是一个东亚文化特点，就是他靠一种他那你希拉里不算拜票吗？我觉得他是还有一个，我觉得他不会到这么基层的，就是靠一种亲情去维护、哎、他是会有一种，你看他有很多的这个，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他是就是美国这种精英的这种代表，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他和他丈夫都是耶鲁毕业的，然后他们是特别不喜欢布什虽然是他们的校友，但是他就说，他一说他就 stupid， 就是是他们恨不得是耶鲁的哎校友，觉得是耶鲁的耻辱，但是他会觉得就是我的理念跟民主党的理念是一样的，所以是他自发的，有一些成员他是志愿者，他们是去每家每户去帮他去游说，就是他是要靠我个人理解，他是靠一种理念，就是他们好像有一种那种理想主义的成分。要不今天我看有个网上还有个模仿主席这个段子嘛，对，说我是不喜欢这个民主党的，你们都是小资，你们这个好像有一个假理想来怎么样？但不就是，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他们是靠一种，我觉得他是靠一种理念来去维系的这种、他还是宣传理念。对，对，小莫这个就是过生日靠寿，靠一种乡土的亲情的那种感觉。你像在日本、完全就是世袭的，小泉的爸爸对吧，都是政治家，安倍的家也是这样，所以很多都是，包括鸠山，那他一家的，最近他的哥哥死了，哥哥死了以后在广岛选那个国会议员补选，他哥哥的儿子又当上了，都是靠以前几十年的经营，他候选会有他的名单也好，还单他带了、日本没有人批评这种家族政治，说啊老子完了儿子来，当然有批评的，所以在美国人，日本人的理念和美国人的自由民主的理念还真是不一样，真的就像刚才，对，就是他根本就不认你的政纲了，就不认你什么，反正就是只要我认这个人，只要你以前对我好处过，所以日本人反而他是既老交情，所以在日本叫 基盘，就是基盘，不是那个基啊，是基地的基，基盘就票盘，爸爸有的或他经营了几年的，他就可以能当上。所以这日本人很有意思，你看我上次去东京啊，他们领着我去一些古董店，哎呀，这个就是日本的这个古董店呢，你第一次去啊，他不理你的，你说按说他不赚钱，他就不理你的，然后就是哎，你拿什么东西看，什么都不愿意卖给你，
他就你可是跟钱为难，什么都不愿意卖给你。然后呢，我听当地的那个公司拍卖公司的人讲，就说你得去他好几趟，对，你得不停的拜访他。这现在很多台湾的一些收藏家就是老跑京都，就是天天拜访，天天拜访。你跟他混熟了，他也看得上你，他把你，他只做这个熟客，对，就这样的，他肯把从后院里拿一个什么东西给你，而且也不见得多贵，他就愿意。对对，便宜一点卖给你，我认识，所以我觉得小木讲的这个挺有东方人特色。对呀、啊，然后他们你看那个，就是政治是这一方面，你看他们就讲这个忠诚度嘛，你在一个大公司里，你工作多少年，他认为这是一个忠诚的体现，你在时间越长，你最后得到的那个薪酬越多。我记得咱们上次跟那个就是那个吴军老师讨论，就是讲美国硅谷文化，他就是觉得你叫流动性，美国就讲流动性，是你僵化了，僵化在这体制里面，你就没有人员不流动的话，你没有办法激发一个比如说一个新思想，一个新体制。但是在日本，我就觉得他行之有效，就是他长时间在一个体制里面，但是他还有他的一套运行规则。你看原来说日本什么经济什么落后啊，什么迟滞多少年，后来现在不也有不断有文章，那时候是中国人你是自说自话，他在这个高科技领域里的领先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他有他的自己的机理，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哎，各是一条条大路通罗马，没准。而且你讲的特别好，就是你像上次吴军老师就讲说，那硅谷的道德观跟日本的就不可能一样。硅谷高端鼓励叛徒，鼓励叛逆，对吧？反叛你的公司，甚至呀，就是说，哎，哪有什么忠诚啊？都是好多最后创业的，就是在大公司里，哎。发明了一个什么软件，哐叽自己就独立。他这一独立呢，他那个母公司的老板怎么算这个账呢？就说，哎，与其骂你啊，还不如呢，我投你一个股份，我也当你的股东。那行，咱共同创业。你看他跟日本的这个就特别 对，所以日本是比较传统的，当然有他保守的一面，但也有他，这就是他团结的一面。不管是在一个集体，在一个区域，我一直比方说，我支持这个政治家，他一直这么多年能当选，他为什么一直很多政治家是很多年能当选？他一直就是来支持他，他不会说马上啊，你变了一个新东西，我马上来。哎，但是这政治家他不会不靠谱吗？就是那我心中的偶像出了丑闻了，那当然有啊，说了错话了，那当然有，我还支持你吗？对，所以这个当然不可以。你像自民党有一个很帅的1.9米的一个国会议员。他的老婆在生小孩，在医院里住着。他带着另外一个小女明星跑到自己家里干活。你看这样他公开道歉，然后辞掉国会议员，那这样也有的。对，我觉得这个是双面的，就是说，一方面他是就是一直忠诚于你，对，但是这样的话你就积累了很高的一个信用成本。那你看，我觉得朴槿惠，我来讲朴槿惠为什么大家这么激烈。好，朴槿惠好，这个话题也挺好，咱们去一下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朴槿惠啊，我就说朴槿惠，我个人理解就是为什么这次你觉得民众的反弹会这么强烈，就是因为他之前你看他的那个形象，他觉得没有家没有孩子，我就是为国家而生的人，因为他父亲也被暗杀了，母亲也被暗杀了，然后就一个人也没有家，他就说我就是为国家而生的，他是这样一个形象。原来是为闺蜜而活的。所以这个，哎呀，我觉得今年真是像你刚才说的，太什么叫抓马哈，这个戏剧，他这也是，你看他的父亲他的母亲被刺杀之后，那个牧师不就来说你母亲托梦给我吗？对对对。然后他才就这样进入，然后就说他为了这个闺蜜把跟妹妹弟弟的关系都破裂了，弟弟妹妹就觉得她被这个闺蜜控制了，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那邪教，他们那邪教是邪教。不，所以我就说日本的这个，咱们老是在说阴谋论啊，觉得你看就看出说，哎，这个总统他是不是个傀儡啊？他背后是谁？我就是想请教你啊，小木，就说日本这个背后啊，是不是也是大佬
政治，当然，因为有些你像上次在台湾，他有人就讲说，这个现在社会电视上的这些领导人全是演员，都是假的，背后有几个老人，这几个大佬是吧，喝着茶就把一切事儿都定了。可是我不知道这个跟所谓的表面上的人投票它是怎么结合起来的。对，你像我举这个例子啊，举个例子，这次东京都知事选举就等于选北京市市长，东京市的市长叫小池白河，他呢本来跑了五个党，然后呢最后在自民党是最大的党，他很想去自己独立出来，就是通过自民党的推荐去选这个东京都知事，结果被石原慎太郎的儿子在自民党当干事长，他掌控了东京都联，也掌控了那个大佬，东京都联里面自民党还有一个大佬，他们掌控就不同意小池出来，就反对他，大佬不同意，大佬不同意，大佬不同意的话呢，这个石原慎太郎的儿子呢也当然就不会同意，他是党的干事长哦，这两个是穿在一起的，然后他们推了另外一个人出来，推了另外其他的一个小县的当过县长的出来以后，结果是小池反而是高票当选，所以就还是需要一种就是不在机制内，就但这个大佬也决定不了啊，就决定最后还是选民决定，他还是通过媒体把大佬的丑事给爆出来，比方说有什么丑事呢，这个大佬用了东京都的税金搞东京奥运会2020年也建很多场馆，对，是吧，这个水滑水的滑艇的那个地方要重新盖一个，这个体育馆要重新盖一个，那都是给人家带来财富呀，就搞那些建筑的，那都是那些大佬的关联的公司，你知道吗？那小池这么干，你不等于在造这个党内大佬的反吗？对，所以他现在准备成立一个新党啊，而且他这次高票当选。你是日本民进党是吧？我是民进党的党员，他不是台湾那个啊。对，我还公开的支持他，我公开在媒体，在我美国新闻周刊 Newsweek 的专栏里面公开支持小池，这样我觉得这样有改革，这样才是真正节约的都民的税金，所以他可以用老场馆来用，所以那个东，我们讲的东日语的就是那个大佬的意思，这一次他自己辞职，这全爆了，所以安倍都很没有脸，当最后呢小池辞掉这个国会议员当了东京都知事吗，那他要补选一个人，就是一直为小池站台的这一个叫瓦卡萨，叫若霞的一个人，这是高票当选他的补选，安倍还得来帮他站台，小池帮他站台，那说明什么呢？安倍也怕了小池，所以现在刚刚开始来揭露日本的自民党，全怕少壮，全怕。哎，那安倍背后有什么操纵他？那当然，你看他爸爸经营了那么多年，他的外祖父经营了那么多年，那些自民党里面也有。分的派阀嘛，比方说麻生的派阀，对吧？好几个派阀是支，他能平衡这几个派阀，而且他有人气，还有就是说，美国有没有在操纵日本政治？当然，怎么操纵？我觉得有。你看啊，我们当时现在的民进党叫民主党，多了权，是吧？鸠山多了权，当了一年下来了，再换一个又当一年又下来了。都是跟美国搞不好关系，包括我们的干事长小泽一郎，当时是我们党的最有力量的一个大佬，结果他人家美国的国务卿赖斯那时候黑黑的那个他要来他不见，因为他要把美军基地啊把他移出去，这是我们当年的民主党的口号，结果这样一下半年不到，小泽一郎因为5000万日币的钱的事情，就家里买了一块土地是用的政治现金，被人家爆出来，总会把你的事情搞出来。你觉得这是美国对中央情报局对美国的间谍？美国的间谍在日本是遍地都是。讲的不好听，我上次竞选，那美国人就来找我东大的。我讲我离我远一点，我没什么事就是这样。人群中潜伏着一些什么人呢？所以说，日本应该就是美国一个殖民地，我觉得。你这话可够惊人的，对吧？就是美国的一个殖民地。你看我们的天空，东京都啊，天空上飞的飞机。你不能随便日本的民航机不能随便飞的，因为他在附近有军事基地，美军的基地，要美国人同意，等于我们东京的3/4的天空是美国人掌控的，所以我们这次羽田机场要改多一点那个国际航班，对吧？增加我们要通过他的同意
他跟我们也开放一条，可以从富士山这边可以绕过来飞，飞到东京羽田，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说他是个殖民地，你不听美国的，哪个政治家你都完蛋。所以说你看，这就看出就是这个民主啊，它是一个很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的事儿，就是说可以操纵这个世界啊，从来都是背后的一些手。我觉得在日本当不知道这个小木老师这个具体的感觉，我觉得有时候我是通过一些直观的一些现象，我觉得在他们那儿当个政客还不好意思这么说，不说政治家，我觉得挺辛苦的。你在电视上我看不懂，我听不懂日语，但是经常就是一出来集体鞠躬，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事儿又道歉了。然后有时候听说为什么，说有一个是也是一个挺高级的官员，说用了一个公款去看博物馆，那个花了点公款，折合人民币，东京都知事嘛，折合人民币就几万块钱。我就觉得哇，他坐了公车啊，坐了公车，还有政治家呢，他的那个送给选民的酒啊，红酒上有自己的照片，这叫贿选啊！这也叫啊，就是贿选。还有扇子上有自己的头像，送给人家，夏天嘛，扇扇子嘛。哎，那些头像那也叫贿选。但是小木，我给你请教一个词儿啊，因为我听他们讲，就说按说日本官员的廉洁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是吧？可是呢，他有他的一种腐的体系，就比如说。他们讲有一个词儿叫天下，你听听天下什么意思？就是说大概是在1985年以前，就是在经济成长那个年代，它有这么一个，因为日本是这么讲究辈分，所以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当了这个官啊，你当年的同年同期成了你的下属，甚至你的上辈就成了你的下属，这怎么办？就我很难命令你，在日本就很重视这个。于是好像有一个体系，就是什么呢？如果这个人当了事务次长，那么当年跟他同期的这个课长就退休，要回避一下是吧？就不是就退休，因为避免他这个辈分呢、啊、超越了这个就反了嘛。那退休他们为什么愿意退休呢？就是因为这个要上了这个事务次官呢，要把这些课长同期的课长安排到大企业，对，安排到大企业，这样就有油水了吗？哎，长期以来就是这个体系，哎，但是这个体系的日语名字我觉得阿玛库达里，叫天下嘛，天下，你从天上面下到机场，说的是从天上降，天下了，叫阿玛库达里，官员在落地，我们这官员叫落马，落就要出事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这个词儿有意思，它是写成中文的，我一看就是日本的这个官员的这种官官相授的这种体系，它这个腐败体系叫天下，然后呢玩这个呢叫天下的斡旋，就日语写成中文天下的斡旋，哎，这东西他保护自己的部下也好，保护自己的同僚也好，这都是，所以说他们团结嘛，比方说他在政府官员是吧，他是这个经济产业省的，他要下到哪一个大的公司去当个顾问，他就首先他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是对他有好处的，所以比方说警察的高官担任总监下来以后，到底下一个保安公司当董事，他就可以拿到钱，因为他到了年龄60岁要退休啊，60岁以后日本还喜欢工作，再继续工作到10年到70岁75岁他永远拿这个钱，是这样的。这算腐败吗？所以日本呢当然是腐败，但是呢日本的阴暗的一面就在这里，表面上讲得很漂亮，表面上日本是不能赌博的，结果你一个弹子机换个精品也可以把它换成钱，这就是赌博了，日本很多这样的事情、哦、啊，日本很多这样的，这表里是一套，政治家也是一样啊，讲的政策很漂亮，结果背地的都是官官相护，一样的。但是而且你看他从选民上讲，就他刚开头说的这个选，我又觉得呢这个也有某种啊本质性，其实我现在觉得，比如说我现在要办个公司，哎，找什么人呢？先找自己人呢、啊、那当然这甭说什么有才能没才能、嗯、先得有两三个自己人、嗯、你发现，所以我就觉得东西方是不是有一件事儿是人性的根本、嗯、就是自己人政治，对，你不要讲家族政治，也不要讲什么集团政治，亲信政治，你希拉里，你们首先当然你希拉里找那个闺蜜好像还是个有老公是个色情狂是吧，那搞一点她老公也是色情狂，希拉里老公也是色情狂，对希拉里这么装的人怎么这么爱找色情狂你看出哎阴阳这个相反了吗？
就是一女的你越装叉，哎，搭配给你的就是色情狂。就我说这有道理吗？哎，就是我就是说这个自己人正直这个概念，李菁你怎么看？我觉得真的就是从一方面讲，就是从我们自己的推己及人，你从自己来讲，他不是说就是你用自己人，他不是说我是因为比如说有互相的信任做基础，你长时间跟他就是一种工作上的默契，一种价值观的认同，这才变成一个长期的工作伙伴。我觉得是从正面讲是这样，你才会成为一个自己人。但是他的界限在哪里？就比如说像这个朴的这个闺蜜，那比如说，但是我是觉得到现在为止，大家就是他这个愤怒还是情绪上的愤怒，但是你要从法律上来讲，他就比如说他是一个总统的一个权限，但是这些讲稿是不是一个机密的东西？我觉得哈，严格来推敲起来，他是不是有一个秘籍，就是说这些东西不能是传给别人的。如果说这个只是一个保密到级别，就只是他一个比如说他一个内阁成员才可以看，那么你给闺蜜来修改，这是违法的。但是他现在，所以说，你现在说不清楚啊。所以说啊，这个裙带关系啊，就是你只能说咱们拼命的去监督，设计好了这个制度，但是我认为永远没有一个最好的制度，而裙带关系是本质，除非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无亲无故，否则不可能的。我相信在美国，一个总统他的这个裙带和经济利益和国家政策，我现在慢慢觉得，我过去把西方政治想得很清明，我现在觉得真的必须要。你美剧看的少了，美剧看的多了，这不就怪不得岐山领导让我们都要看纸牌屋嘛，纸牌屋早就预言了，是吧？所以现在感觉这个救星是那个特朗普，他当然也好。哎，你觉得日本政治黑暗吗？当然有黑暗的一面，但毕竟还是有些民主。有些民主跟美国那么相比，哪个民主多？我觉得日本还民主一点。